你啥时候回去？我月底就走。然后这两天打包。对，所有都收拾好了，你看。给你来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在临走之前，我要薅一波老板娘的货。不要来报了，不要来报了。我不知道，就是老板娘她这个摊位已经转租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老板娘要回去了。我今天过来，哎，因为你前两天你在缅甸嘛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老板娘终于要回去了，我在瑞丽等着你。你要在这边给我拿一点福利，你再走，走是可以走。没有了，啥都没有了。来来，把这些拿走，把这些拿走，啥都没了。摊都收了，啥都没了，摊都收完了。你看，不行不行，你给我挑一点，就是能露的给我露一下，好不好？你拿回去嘛，太多了东西，你给我一点，我帮你消化一下，是没问题的。好嘞，那我找一找啊。哇，所有货都收起来了，你看我的小车呀。他一说要回云南，我比他还要激动，我感觉还是那边舒服。对呀，那就赶紧给我来点货。我已经有很久没有看这个老板娘的新货了，然后呢，这次过来的话，跟我说他要走了。唉，怎么感觉心都拔凉拔凉的一样的？完全看不出来。我戴好看吗？好看呀，这个。昨天你们家的姐姐还有挑了两条走呢。挑了两条走。对。那这个给我再挑一点吧，这个里面有大的小的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稍微有一点点预算啊。我知道这个品质跟之前的那种冰尿价格肯定不一样，这两手都不一样，大小一个价吗？肯定不一样啊，大姐，你咋想的？还没睡觉呢，你就开始做梦了？我在白日做梦。这个品质确实很好。昨天还有个姐姐叫我给她找一个卡十五的，我还洗在这手上面去了。你看，我洗澡的时候特意没有给她洗掉。卡十五的。哦，对了，他是要买翡翠，忘记了。哎呀，你这人真是。这边价格它就要稍微下来一点，但是确实、啊、但是这个要红一点。对呀、啊，没有对比是没有伤害的。你看，它这个颜色稍微这个有点像狮子红，对，然后这个的话是锦红，这个、对，锦红。你看，这颜色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。宝沙蓝红纯天然的，无烧过的，姐妹们给你们看一下，颗粒的话非常好。哇、wow, 确实很漂亮，这批好看。你挑几条嘛，你挑几条嘛。打包了，哎呀，你直接给我打个报价。不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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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留着拿去瑞丽发财的。哎呀，来都来了，就不要走了。给你挑十条，打包。剩下的我要打包，我要打包。不行不行，我要打包。你像抢劫的一样啊！我跟你讲，不行不行。哎呀，你就给我打包了。你少拿一点，少拿一点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我们去年一年的新货呀。我跟你讲，真的不行。这个珠子是。很难得，很难得的。这几条我留着，我留着，因为它这个的颜色的话，比这个颜色还要更好，颜色更辣，就是它的红润度越更好的话，它的价格会更高。因为它这个是满色满肉，就是你看这个色系，它颜色很红很红的。我很喜欢，别抄我的了。你就给我打包价钱，你就给我一起打包。这个可以拿来当成项链珠。当成项链可以做那种颈链，可以做108珠，对，手串各种都可以，都可以做。如果是你要做项链的话，可以买四条的话，可以就是过来订嘛，在后台里面可以。来，这个我还给你，你就给我这一手打包价钱。我都要走了，你就不要薅我羊毛了，要不然我去瑞丽我都不等你。没事，你不等我来找你，好不好？来吧，打包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我们一条，我们平时我们卖的话都是2万多1万多。哦，你倒是疯掉了，你怎么想的呢？不行，行吗？没得谈，来来来，收走收走。哎，别这样，拿来再谈一下。不谈不谈。那你这个打多少钱吗？大颗粒的你打给我看一下。一条大的能换三条小的。我知道。大的3万多。大的这个价钱。做梦想屁去，想得美！我跟你讲，根本就不可能的。给高一点，好好讲。我回去了，我也换点路费。昨天。你们家的主播就来薅了一把，就薅走两条、哎、就是他给我讲的，说你们家有一手新货，叫我今天来看，真是的。哎呀，就这样了，就按我的那个价格打，再加一点。哎呀，可以了，再加，就加一点，我就当换钱了。小小千数这个，然后这个的话就是稍微打的贵一点，再给加一点嘛，换过路费呀、啊、哇，这一算起来价格都不得了了。我跟你讲，全是高货，全是好货呀，有点舍不得卖呀，还是不卖了吧。哎，赶紧拿过来，我钱都给你转了，真是的。转够没有？限额了，等一下给你现金。那你明天给我吧，明天给，明天给。OK， 那我明天给你限额了，转不过去了。没事没事，明天再给。谢谢老板娘。哎呀，我后天走，明天一定要把钱给我啊。没问题，今天满满的一包，全都是干货，而且全都是新货。喜欢蓝红的宝宝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一手满色满肉的狮子红，而且颗粒非常的好，里面的话。
回头再给你们来个惊喜。喜欢认知食品，不要忘记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